大家好，中国语 HSK 二级听力训练现在开始。每道题听读两遍后，根据提问找出最恰当的答案，并在字母上画个圈。请听题，第一题。左边那个楼房是干什么的？可能是新盖的一家医院吧。再听你问，他们在谈什么？再听一遍，左边那个楼房是干什么的？可能是新盖的一家医院吧。问他们在谈什么？好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楼房，他们在谈楼房，不是谈医院。第二题，学校旁边怎么人那么多呀？咱们过去看一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问，他们现在可能在哪里？再听一遍，学校旁边怎么人那么多呀？咱们过去看一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问，他们现在可能在哪里？他们现在可能在学校旁边。A，正确的答案是 A，在学校旁边。第三题，把牛奶喝了再去上班也不晚呐。知道了。问，A 让 B 干什么？再听一遍。A，把牛奶喝了再去上班也不晚呢。知道了。问，A 让 B 干什么？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喝牛奶。A 让 B 喝牛奶后再上班。好。今天的中国语听力训练到此为止，下次再见。